开始。天哪！一、二，他在微笑，他在微笑。你想，此时是陈赫的话，那牙床都牙床崩了。可能托尼，可能托尼老师他的就是痛苦的表情就是这样，痛苦的时候就是开心的，是吧？就有些人是，有些人说你是笑啊笑脸，你笑了他就晕，他可能就是，哎呦，老师也是会累了。我。不会吧，托尼老师才做这么几个，这有点，这速度体重太大了。托尼老师，我想象的一你一上是，我也是，对，我也是，真是。一分钟引体向上，计时开始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厉害七，哇，八，九，十，啊，哦，还有六个 ，OK 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你叫的。十一，十二，刷牙，刷牙，刷牙。啊！还有多少时间？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五、二、一。下面请男生组凯凯跟晨哥出战吧。郑凯，我个人建议直接投降。陈赫，过分，过分了。发这么多朋友圈练腿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可是，一旦输了，很没面子啊！太丢人了。准备，开始。厉害厉害！厉害厉害！哟！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发生了什么？凯凯好可怜，好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。郑凯，但是现在，现在还在时间当中的，我们要不要再试一下？赶快上来前门，赶快上来前门，赶快前门。郑凯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这叫做输得一无所有啊！输得一无所有，好冷，一个夏天，好冷。哇，阿尔卑斯山的冬天，大理的夜真的很冷。